名贵的巧克力喵，我就先尝一块喵。不错喵，再来一块吧。怎么样回事？闪电猫，这次过分了啊！你把大家的巧克力全都吃了。等等，这都是柠檬博士。嘴角还有呢。冤枉喵，真的是柠檬博士搞鬼，不信你看。还真是柠檬博士的原因啊。闪电猫，以大喵不计小人过哦。奇趣特工队，时空气点出现了。出动吧。请请立正。这次被扰乱的是巧克力，你们必须全力以赴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是。隔壁青青今天怎么特别严肃啊？根据分析，青青最喜欢的零食是巧克力，这次巧克力消失了，她自然会很生气。不准交头接耳。是。隔壁这次的关键时刻是1519年，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在北美洲的阿兹特克获得了可可果，并将其带回欧洲。请问可可果是什么呀？东东，和巧克力又有什么样关系呢？艾尔，是资料显示，可可果是制作巧克力的主要原料。科尔特斯把可可果带回欧洲之后，巧克力才逐渐风靡全世界。明白，我们一定帮助科尔特斯得到可可果。出发吧。奇趣变形，这么大，我们上哪儿找科尔特斯啊？请救救我的朋友吧。他们被抓了，现在很危险。谁呀？这位先生，你的朋友被抓去哪里了呢？那是我第一次出海的时候，没想到就遇上了大风暴。船长，为什么您不会受到风暴的影响呢？因为我有它，可可果制成的饮料，帮你征服一切不可能。这醇厚的香味，哇，丝滑的口感，我浑身充满了力量。这个可可果广告和你的朋友被抓去哪儿有什么关系吗？从那天起，我就坚信我的朋友可可果可以拯救世界。原来你所说的朋友是可可果呀。分析，他大概可能也许应该就是科尔特斯。艾尔，你没事吧？没见过你这么不确定的样子。咕嘟，比咕嘟。我没事，他的长相和数据库中的相片匹配率只有95.5%，所以我不能100%确定是他。前进吧，拯救我的朋友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本命？资料显示，可可果在阿兹特克是用于祭祀的贡品，应该存放在祭坛中。你们是谁？竟敢擅闯祭坛！哦，可怜的可可果，跟我回欧洲吧。不，我不批准。你好，分手合体。近期开始活动筋骨。是蒙查查。把你们甩飞出去吧。可可果。哼哼。嘿嘿。
好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子顶着。是可可果。救命啊！可可果，关门大吉，溜了溜了。嘿嘿，停下！弄得这么大，怎么进得来？去那边，到火山那儿烧光可可果再回来。明白，这就过去。啊！我的祭坛怎么跑路了呀？我晕。不能让蒙查查靠近火山口。光迹追踪，大头柠檬接招，飞喵踢挠痒痒，一边去。以我们目前的力量，阻止蒙查查前进的可能性为零。既然拦不住蒙查查，那就用酋长的钥匙开门进去抢可可果。傻柠檬，收到。找到了，嘿，凯奇，拿到了酋长的开门钥匙。你们要相信，可可果可以拯救世界。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出海的时候。又来回忆，这危急时刻你就别捣乱了。我们现在要的是打开门的钥匙，不是可可果。还有办法，我们将可可果注入钥匙孔里，凝固之后就能变成钥匙了。但我们没有可可果啊。可可果？彼得，正好我有一颗。彼得。可可果，太好了喵，没想到你对可可果的狂热帮大忙了。拯救世界需要可可果，这个拿去用吧。好，作战开始。嘿，我们奋斗行动。不准靠近，飞砖大轰炸。可可果，激活强力钻头。
的祭坛。哦耶，祭坛回家了。怪不得真人和数据库的相片不一样，原来科尔特斯吃了太多巧克力长胖了。奇趣特工任务成功。啊，长胖，还有出的少。